一开始的时候，我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啊，叫一个女孩子去听部队戏，然后还要跟我一起演、yeah。你在什么时候知道部队戏的？你本来知不知道他是谁？都知道的，有没有偷偷看？没有吗？我也没有啊。我的建议也会在这个专辑里面会找到，但是也是有广东话的版本。所以呢，这一次来的之前，其实很长时间都在准备那些歌词啊，不停在写新歌啊，什么什么。希望你们会喜欢吧。Who can let this show